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请你来注意哦。这个气象署早起时来发布着地球珠宝的预警，讲明仔载，这个电力系统甲无线电通信等等，可能拢会受到干扰。气象署讲，昨日5月7日，太阳的表面发生着闪焰了后，有大量带电的粒子会引起着强烈的珠宝。可能会在今仔日的暗时翻点到明仔早起，通过近地太空的环境，地球的磁场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，持续影响的时间大约是24小时，上大规模可能会短暂达到强烈珠宝的等级。到时阵，这个电力系统、电力输送的系统，也就是无线电的通信，拢会受到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